预备，开始。先剁开剁鸡头，是不是？好，很快速的，开始要开始切了。主持人现场计时一分钟。来自板桥黄石市场的鸡姐姐妹花，手起刀落剁着熟鸡，利落的刀法令人想到电影《食神》中的鸡姐。还有人称戏子黄昏市场曹景辉的肉干先生，在煎肉干的同时分享健身秘诀。我们一般在煎肉干的时候，其实它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？大概正反面煎个20到30秒，它就会软化了。20到30秒是不是？啊，健身也不要忘记，我们也在边健身边那个怕你忘记了。新北市政府举办新北市场好味道票选活动，邀请各地的市场摊贩来到记者会上大显身手，来帮自己家的摊位拉票。像是这一位号称市场周子瑜的曾小妹，不但练就快手成肉羹的好手艺，也现场带来热舞表演，活泼有趣。新北市副市长叶惠清表示，传统市场是最贴近民众生活的地方，希望借由这次活动，让更多民众了解市场美食。透过这种方式跟社会大众对话，开始要票选。刚讲了排队美食，排队美食当然每一个传统市场摊位不一样，现场86摊，大家在的推荐以及自愿的情况下，开始要参加评比啊，我们鼓励啊消费大众，我们全体市民一起来参与，上网参与这个评比。新北市票选市场好味道活动，从即日起到8月20日为止，民众可以在新北市好事生活学网站的投票专区投票。奖项包括 iPhone 7、HTC 迷你式录影机，还有总价15000元的市场消费券。总共有86个美食商家参加这次比赛，邀请大家一同来为心目中的美食投下一票。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。